你藏在这里多久了？哦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这位萧老居士最初来看经时，我也来了10多年了。后来慕容老居士也来了。前几年那天竺僧、波罗星也来道经。哎，你来我去的，弄得经阁的经书。 乱七八糟，那我怎么从未见过你呀？居士全副精神放在武学典籍之上，心无旁骛，自然瞧不见老僧了。记得居士第一晚来阁中借阅的是一本《无相劫之谱》，哎，从那晚起，居士就进了魔道啊！可惜呀，可惜。这些你怎么知道？ 居士第二次来借阅的是一本《般若掌法》，当时老僧见居士越陷越深，心中不忍呐，在居士惯常取书之处放了一本《法华经》，只盼居士能借去参悟。不料居士与正宗佛法弃之不理，找到一册伏魔掌法，便欢喜而去。 看来少林寺是无人了，竟找来这个扫地的老僧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。你当我鸠摩智，是三岁小孩容易哄骗吗？你说少林寺72绝学不可尽学，那我为何学会了？我为何没有经脉奇断，成为废人？ 大师所练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？以此为根基，本寺的72项绝技倒也可练。只不过细微之处，不免有点似是而非吧。明王若是只修72项绝技使用之法，一时还不至于危及本源。可是明王此刻。 成气穴上色现朱红，闻香穴上隐隐有紫气透出，显明王在练过少林72项绝技之后，又去强练本寺内功易筋经。萧居士，您近来小腹上凉门、太乙两穴，可感到隐隐疼痛吗？关元穴上的麻木，近来却又如何呀？ 神僧明鉴，关元穴麻木之处10年前只有小指般大小，而如今却有碗口般大。神僧既知家父病根，还请慈悲解救。萧施主宅心仁厚，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，如此大仁大义，不论有何吩咐，老衲无有不从啊。 谢神僧，萧老施主之伤，是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便需从佛法中去寻。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，自不许老衲多言。但杨白、连泉、风府三处穴道上，每日的万针攒刺之苦。 你可知何解呀？爹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今日我们暂且别过，如果二位想找我们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坞。 恭候大驾。你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那就接萧兄的高招便是。
陀佛，佛门善地，两位施主不可妄动无名啊！在下蛮荒匹夫，草野之辈，冒犯了，还恳请神僧医治家父之伤。老衲已经说过，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，需从佛法中寻求。我问萧老施主一句话：倘若你有治伤的能耐，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，你肯不肯替他医治？这慕容老贼杀我爱妻，毁我一生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，又怎会帮他医治？你如不见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难消心头之恨吗？不错，老夫这30多年昼思夜想的，便只有这一桩血海深仇。那倒容易。现在慕容老施主死了，萧老施主这口气可平了吧？爹，我的仇人死了，我还是到雁门关山外隐居，我还是带风儿去浪迹江湖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些都是为了什么？萧老施主，你要去哪里？这就请便吧。我已经无处可去。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，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，是以心有余憾，是也不是？没有。就算你不打死他，我也不会去杀他。可慕容少侠要学老衲报仇，这如何是好？神僧是代我出手，如果慕容少侠要报杀父之仇，那就冲着我来吧。他取了我的性命也好，凤儿，你回大辽去吧，咱们的事情办完了，我在江湖上也没什么牵挂了。慕容少侠倘若打死了你，你儿子势必又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，如此冤冤相报，何时方了？不如天下的罪业都归我吧。住手！
俊的功夫，降龙十八掌果然是天下第一。是时候该走了。别走！放开我爹！提着他们奔走一会儿，活活血脉。为何为已死之人活血脉？他们内伤太重，须得先令他们做归西状态，再图解救。难道我爹没死？你干什么？你二人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，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倘若适才就此死去，还有什么复兴大燕报七仇的念头啊？弟子枉在少林寺待了30年，心中却无半点慈悲，请师父收录。你杀妻之仇不想报了？弟子平生杀人数百，如果我所杀之人的家属都来找我寻仇报仇的话，那恐怕弟子虽死百次意志不足。好，那你呢？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，
父姓大岩是空，不负亦空。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。求师父收为弟子，更加开导。你们想出家为僧，需求少林寺中的大师替你们剃度。我有几句话不妨跟你们说。观心空网，玄妙难测，无形无相，有大神力。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，念念佛心，佛心念佛，欲得早成，戒心自律，心明识佛，小了识心，离心非佛，离佛非心，非佛莫测，无所堪忍。山僧，请允我与我爹再见一面。萧施主，令尊已在本寺出家为僧，今后一心向佛参禅。我爹年事已高，今若不愿与我相见，只怕日后难再重逢。他要转告施主，他尘缘已了，心得解脱，愿施主勿以为念。萧施主在大辽为官，只盼宋辽永息干戈，辽帝若有亲宋之意，请萧施主发慈悲心肠，眷顾两国千万生灵啊。阿弥陀佛。谢神僧。是来找萧老前辈的吧？他尘缘已了，已再次出家为僧。我将丁春秋交给戒律院了，他们每年会给他解药，来延缓生死符对他造成的苦痛。丁春秋余生会在少林寺里度过。我从小在少林寺长大，我想一辈子都待在少林寺，但是我被少林寺的师叔祖赶出来了。坐下。前辈，小僧天生驽钝，没有修好师父教的内功，让前辈见笑了。甚好甚好，你所系少林的武功甚浅，正好省了我很多的麻烦。
我怎么了？我怎么用不了了？我已用本门的北冥神功将你的少林内力全部化去。老先生，我与您有仇吗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，不叫师父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成我师父了？方才你磕完了头，已经行完了拜师之礼。你这个老先生，真是无理取闹！打我进来，你让我跪下我就跪下，你让我磕头我就磕头，你让我上来我就上来，你怎么能说废我武功就废我武功呢？我告诉你，老先生，我是少林寺弟子，我绝对不会转投他派的，绝对不会拜你为师。你这少年倒有几分骨气，很好，很好。70年的毕生所学全部传授于他，可机缘难求。聪慧的品性不好，品性好又悟性不高，天命将至，就将30年前的真龙公布于众，来觅得天下英才。我明知时日不多，已经没有时间一一传授武功，我这个关门弟子一定是一个年轻英俊才可。老先生，您的心情小僧十分理解。其实这世间俊雅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外面就有两个，一个是慕容公子，一个是段家的段誉公子。要不我出去把他们叫进来，让他们拜见你。方才我已用本门的北冥神功将我70年的功力全部传授于你，已经没有功力再传授第二人了。老先生，
您是说，您把您的毕生的功力都传给小僧了？现在念云宫大师必一掌试试。好，老先生，我这就去。老前辈，我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掌力呢？我不会入魔道了吧？因为你还未学我本门的掌法，如今你的内力还不到一成啊。你师父71年的修为奇同寻常，难道如今你还不明白吗？傻孩子。老前辈将神功传予了小僧，你肯叫我一声师父了吗？是做什么？您传了我武功，我拜您为师是天经地义的。怎奈小僧是自幼从少林寺长大，是不可以转投他派的。小僧想把功还给老前辈。如今你身上已经没有半点少林的内功了，你身上所传是我逍遥派70年的神功，你怎说不是我门弟子呢？逍遥派乘天地之正，与六气之变，以游于无穷，是为逍遥。不管怎么说，小僧还是不能拜您为师的，还请老前辈见谅。好孩子，你既然不称我为师，也不愿意改宗，那我就不便为难你了。小师父，现在我求你帮我一个忙，去帮我办一件事情，你能答应吗？只要不是为非作歹之事，小僧都会竭尽全力为您办好。何为为非作歹呢？小僧是佛门中人，不可为那些损人害人之事。如若这世上有人害人于命，杀生无数，我要你去灭了他，你愿意去吗？那小僧可以去苦口婆心地劝说他，劝他改过自新。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呢？除魔未到，原我辈当为之事。很好，我要你去杀一个人，他是我的一个徒弟，名叫丁春秋，现在江湖上所称的星宿老怪便是。苏星河，我就知道你这棋局里有些古怪。说吧，把那小和尚你给我送哪儿去了？你叛出师门，本门之事我为何要告诉你？
大胆恶徒，休要伤人！ 没事吧？此番让各位受惊了，现本门有要事相商，恕不远送。小师傅，请跟我来。 师伯祖，您怎么样了？我，师傅，你快给想个法子吧。师伯祖，刚才聪辩先生传授的弟子一套治疗的方法，弟子不自量力，想要先替师兄师弟们疗治一下试试，但还要请师伯祖同意。聪辩先生所授，自然十分高明，你就大胆去试吧。是。 认真点儿。怎么样？舒服多了。成了，师伯祖，成了。师伯祖，请您同意弟子为您疗伤。不。 先去救别人吧。是。师叔，我来替您疗伤。这么好，别杀之人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哦。 师伯祖，下面弟子要在您的百会穴上击上一掌。
石伯祖，石伯祖，石伯祖，您怎么了？石伯祖，石伯祖，从边先生，我石伯祖他怎么了？玄南大师武功尽失，已然圆寂了。 这疗伤方法是你教给我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是故意害我石伯祖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害我石伯祖？掌门人明鉴，苏星河断不敢陷掌门于不义呀。玄丹大师圆寂，定是有人暗中加害呀。掌门，那在洞里面，在洞里面，你那个古怪的笑又是为何？我笑了吗？你笑了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笑了。 你要小心了，这是有人。你看，你现在又笑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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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身有毒。师傅定是让丁真秋下毒给害死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想必师伯祖知道自己伤重不治。 所以让我先救的别人，师伯祖是被丁春秋害的，聪辩先生也是被丁春秋害的，就连洞里的老人也让我替他杀了丁春秋。我要为师伯祖报仇，我要为聪辩先生报仇。 我还要为洞中的老先生报仇，丁春秋，我要杀了你这个恶人、恶贼、恶师主！参见丁掌门师叔。师叔，丁春秋那奸贼害死了师傅，又害死了玄丹大师。 报仇诛奸，还望师叔主持大计。恳请师叔答应诛奸，为我等师父报仇。祝师侄感恩师叔的大恩大德。恳请师叔答应。先起来，起来，先起来，大家都先起来。小侄有事面告。 此地人多不便，还请进屋中面陈。请，高先生请。掌门师叔，不，我不是你师叔，我是少林寺的和尚。师叔，小侄要禀告的是，加食所中之毒，叫三笑逍遥散。此毒重于无形，中毒之初，脸上会现出古怪的笑容。 但中毒者自己却不知道，但想到第三小，便气绝身亡。唉！杀！杀！杀！ 大哥，丁春秋就交给我吧，我跟他有好多账要算。丁春秋，今日我要为我逍遥一派的师父、师兄，还有我少林寺的同门师兄弟们，还有我太师叔玄丹大师报仇。人！
想不到二弟的武功如此了得。声声说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这里受人保护，算什么义气？左右是个死，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，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启禀主人，属下收到梅兰竹菊四位姑娘传书，得知少林寺和尚要为难主人，便知会各部精锐前来营救，幸好主人无恙，属下不胜之喜。于婆婆，我可是少林寺弟子，你的言语不得无礼的。是，属下知罪。结账吧。给他几片生死符，让他知道知道厉害。余婆，
药咒生死符，得要些酒水吧。妙极，妙极！掌门师叔，快杀了丁春秋，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！去解药，这毒药好生厉害。老怪，赶紧交出解药，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符。掌门师叔，快动手啊！师门之仇，焉可不报？师叔，取解药要紧。于婆婆，你看他。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拿不了解药，要不我们先把止痒丸给他吧，好吗？这半粒解药可以解你三日之痒，三日之后奇痒复发，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就要看你乖不乖了。哎呦，解药。好好好。这个红的是外涂的啊，白的是内服。既要经书，出手便是。有少佐剑法，好，中冲剑法。
寂寞时，凝神关键，自观自学，不为足序。是内力深厚，小僧甚是钦佩啊。不过你们这个六脉神剑就是浪得虚名。如何浪得虚名？倒要领教。当年慕容施主钦慕的是六脉神剑剑法，而非六脉神剑剑阵。你们六个人合在一起是威力颇大，不过和少林寺的罗汉阵法、昆仑派的混沌剑法不相伯仲，算不得天下第一。剑法也罢，剑阵也罢，是国师赢了，还是我们天龙寺赢了？这第一仗嘛，贵寺稍占上风。不过我已经答应了慕容施主要带走剑经，岂能知难而退呢？大师放心，我已经想到了克制之法。接招吧。之上可以生出数股力道，而伯父他们只能舍剑用掌。这六脉神剑显然是不及他的火焰刀了。
张力，就算毁了经书，也不减小僧一月。罢了，鬼子的经书毁在小僧手上，小僧心中十分不安。不过，我看这六脉神剑，并非一人之力所能炼成，拿着经书也就没用了。小僧告辞了。不错。伯父，我吐蕃国主早就听闻保定帝威名，现在就请放下你的身段，和我去吐蕃一叙吧。诸位大师，小僧并无加害之意，如果你们再是苦苦相逼的话，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放开我伯父！尊驾是谁？你莫问我是谁，先放了我伯父再说。玉儿，不要管我，我现在只是闲云野鹤一老僧。别忘了速速通知你爹登基传接大宝。奇异的步伐，居然敢偷袭本座！你才是偷袭暗算，卑鄙小人！六脉神剑，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这个臭小子了。那就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本事！Thank you.